Hello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发声的练习，然后可以让你的声音呢，就是在唱长的乐句的时候可以比较稳定。这个练习呢，就是当你在唱一个长音的时候，试着在长音里面做音量的变化，譬如说，就是呢，好像用你的声音去，它的音量上面听起来是小到大到小到大，可是呢，并不是好像用你的音量，而是用你的声、你的气、你的呼吸去推。所以发现你会发现，当你唱越高的时候，或者是当你要越大声的时候，你反而你用到的身体的力量会更大，当然你的气呢也会需要更多。可是这时候你就需要学习去分配你的气怎么样，在小声的时候不漏气，大声的时候呢又不会用太多气。所以当你在这样练习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慢慢的控制你身体的肌肉，让它去习惯。那有一首歌，奇妙的爱。奇妙的爱呢？它的副歌有一句是“奇妙的那通常有些人唱的时候会觉得说，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拉长，然后在一口气当中又有这么多不同的音阶，然后怎么样才能够听起来是顺的，而不会是好像在上下楼梯，会变成奇妙的爱。这样子，那就必须从你的练习当中，你就要去习惯，当你身体呼吸的时候的感觉，然后当你在做音量，你的呼吸换气强弱变化当中，你的声音跟你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，这都需要在练习的时候要先去感受它。所以当你真的在唱一首歌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很自由的把它放在这些歌曲里面。所以呢，你可以做一下刚刚所说的这样的练习。那如果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在留言，在我的粉丝网，就是 FB 的粉丝页上面，或者是YouTube 的上面的这个问答有没有？OK，我都会尽力的来跟大家分享我所会的。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些的小小撇步。OK，下次见喽。